逐梦，逐梦踏实。苗栗县公馆国小国乐团十周年纪念音乐会，各位亲爱的长官贵宾，以及亲爱的家长朋友，还有可爱的同学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谢谢，感谢您的今晚莅临指导，感谢您过去的支持肯定，今晚有您的关爱，有您的参与，相信孩子们将更精湛、更卖力地呈现在您的眼前，谢谢。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恭请公馆国小大家长钟道良校长。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家长，大家晚安。今天晚上是我们公馆国小的国乐团成立十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回想在民国88年的6月25日，是我们乐团诞生的那一天。一转眼间，10年就过去了。这10年来，翻翻我们的大事的记载，我们从88年成团，89年我们就很勇敢的组团参加苗栗县的比赛，而且非常幸运的就获得苗栗县的丝竹乐团的第一名。那往后的每年更增加我们的信心，说小团参加，大团也参加，所以我们在大事记里面呢，可以说每年我们的小朋友都有非常的辉煌的记录，不管是个人赛或者在团体赛方面啊，皆是如此。那今天晚上你将看到我们过去的校友，那这些今天晚上有空回来的，他在7月1日到7月10日这10天之间，每天早上都在公馆国小做一个集训，那今天晚上是他们临时成军的一个成果发表。那再来呢，我要感谢就是我们苗栗县的联合民族管弦乐团黎俊民团长以及他所有团员这些老师们，假如没有这一群的老师进入苗栗县，进入公馆国小，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一项的工作。所以10年来他协助了我们教学上师资不足的问题啊，10年来他无怨无悔，虽然我们给他是微薄的一个钟点费，但是他愿意为我们文化的沙漠来做开辟。那再来呢，我要感谢我们的家长，刚才我说过我们这些家长在我们最困难最没有设备的情况之下，他愿意陪我们走向国乐的这条路，所以呢那今天还有一大群的家长愿意，那像今天晚上这么多家长来聆听，我想这个是给我们最大的支持，千言万语啊，就是感谢之外还是再度的感谢，谢谢大家的参与，尤其今天晚上有这么多的我们的地方这个家长啊来人的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音乐会，让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最后呢，希望我们的今天晚上的演出非常的圆满又精彩，而且在座所有的长官贵宾各位家长，大家呢都能够平安愉快啊，谢谢大家，谢谢。首先第一个节目龙腾虎跃，
鼓励。谢谢我们的黎团长及我们的校友团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非常有震撼性。谢谢。今天所有演出的人员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在校生。在校生就是我们第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小朋友。再来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的毕业生。这十年来，我们的校友为数大概在160位左右。那今天参与活动的呢，大概在40位左右。所以有一些校友呢，可能是毕业以后，有的是走音乐系，所以技术非常好，但有的可能到国中升学的压力，慢慢的就没有再练习了。不过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感动，因为有些小朋友他打电话来说，我很想参加，但是我太久没有练了，怎么办？我说这个心有最重要，不然你来试看看。我们在今天之前的10天，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的彩排这场音乐会，当然这个校友的部分呢，也把一个新传的味道把这个音乐会诠释得很好。另外一个部分呢，是苗栗县青少年国乐团，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是跟学校的没有直接的关系，是有间接的关系。怎么说呢？目前我们公馆国小的校长钟兆良校长呢，是担任我们苗栗县青少年国乐团的团长。那苗栗县青少年国乐团呢，它集结了全苗栗县所有的国乐社团的好手在一个团里面，所以呢在演奏上面呢，他们的技术上面可以让人家觉得说非常的不错。那今天这三组人马各显神通，我们期待他们为我们带来最精彩的演出。第二首《夜海渔歌》由杜克作曲，黎俊平老师编曲，掌声欢迎黎俊平团长所带领的校友团合奏演出《夜海渔歌》。
上到十年，这一年目啊都过脱了。回想一个十年前，当初啊，我上到省里边去讲团，主要的原因，是我公安的时候本来啊就是音乐班，是一音乐班啊是学西洋音乐的，那我普通班呢的学生哎，就没办法去接受到很好的音乐的教育。所以呢，我就难爱成立一个国乐团。所以有一下你的乐团成立以后啊，那小朋友呢，就可以以沙团的方式来进行的教学，一年一年呢来成长。那同时呢，那个公安局就毕业的教友啊，一到优秀的，就参加一个苗栗县青少年的国乐团。所以呢，有按的机会啊，所以呢，又再又亚外啊，阿姆亚呢，又抢到苗栗县青少年国乐团呢，也多人也在为了演出，还有一部分啊，是按呢现在教育的学生的组成的国乐团，所以今日阿姆的演出啦、啊，可以讲又是三台部分。那尤其按呢苗栗县青少年国乐团过去啊，十年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哎、啊。是毕业到公共国社会，那今年的八月二十二啊，就得到新加坡啊，的邀请来参加一个国际滨海的艺术节的演出哈，所以呢相当的不容易。那这十年来，你看到人家学生的呀，一步一步的个成长，那一步一步的个进入一个国内的。太学哦，以往呢或者其他有名的太学，所以很多做一个老师的人，心肝啊就非常的高兴，所谓甘之如饴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黎俊平团长指挥，一路清歌双笛协奏，来掌声欢迎，谢谢。
Thank you.
四个节目，欢乐的边站，这是一首活泼的蒙古舞曲，透过弹拨乐器的演奏来描写蒙古地区的风光和边防要塞士兵击退敌人之后欢欣鼓舞的情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武登雄老师所带来的在校生与校友团的合奏《欢乐的边站》。我是苗栗县公馆国小毕业的，
我从三年级就开始学笛子，学到现在有四年了。曾经在比赛中拿到第一名，要感谢徐群超老师及李俊平团长的教导与栽培。张胜学了笛子以后啊，让他变得比较有自信，而且增加了很多演出的机会，结交了很多朋友，啊，让他的嗜好有多了一种嗜好跟专长，而且呢，他的气变得很长，参加游泳比赛也拿过多次的冠军哈，而且这个那个也当选全校的模范生哈，这都是他非常难得的收获。
Thank you.
第六首《夏》，由卢亮辉先生作曲，吕俊明老师编曲。这首作品着重表现夏季中大自然变化的情景和人们对它的感受，赶快来感受看看咯。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指挥吕俊明老师所带领的苗栗青少年国乐团的演出《夏》。
谢李团长以及我们苗栗县青少年国乐团所带来这么美丽又精彩的曲子。
第八首台湾追想曲，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指挥伍登雄老师及在校生校友合奏演出台湾追想曲。
声鼓励。好一首振奋人心的曲子啊、真的非常的棒，相信大家只要有对台湾有信心，我们台湾的前景绝对会是越来越美好的。谢谢吴天雄老师。